喂，是刘啊，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交总队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啊，跟您说一下，就是前几天咱们有没有捡到一个包跟朋友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跟我说的是昨天是不是你们给我打电话了？对，我以为是骗子，你可以理解啊，是可以理解。我捡了个包，对，不是我，哦，我捡的包，是我，那个包现在在哪儿呢？什么位置？包在我住着那儿呢，要么我过去给你拿一趟。您好，就是您那个包现在我们给您找着了，然后我现在跟您核对一下这里边的东西，好吧？啊，这里边现在是有目测现金是50000块钱人民币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护照证件。